本期讲解一个外面收费880的猫和老鼠绿幕抠图表情包视频制作教程，一条视频变现35块，包含教程和素材。猫和老鼠绿幕抠图表情包制作特别简单，5分钟就能做好。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绿幕素材，得用电脑一帧一帧的抠，抠这些素材。作者学了一周，现在全部整理好了，大家可以免费使用。教大家如何操作。这是课程的整个的目录。你看看，一个猫跟老鼠表情包作品，13万的点赞，直接变现30000块钱。大家看看，是非常好玩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一个提取音频，然后制作加绿幕抠图的教程，非常大，这个讲得非常清楚，会变现的思路啊。这是整个的素材，猫和老鼠的素材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还要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猫和老鼠或者是猫和老鼠绿幕抠图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